大家好，我是刘老师。很多人呢都是在困惑，头声以及假声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那由于呢用文字的叙述缺乏了声音上面的示范，那我们特别做这支 video 呢，来为大家讲解头声跟假声到底有什么不同。简单来说呢，假声是一种喉部有用力的高音，这样的声音呢有个特征，就是没办法跟我们讲话的声音连接在一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那刚示范的是其中的一种常见的状态。那这个状态呢，就是当你音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喉头突然间上升，声门突然间打开，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就是嘘嘘的，然后会有很明显的空气感，然后空气流出去的量会非常的大。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，你会也会觉得喉咙有点酸酸的。而头声则是相反的，是喉部没有用力时候的高音。那么这样的声音呢，可以很顺利的跟我们讲话的声音做连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那由于在发出头声的时候呢，喉部是处于休息的状态，我们只用了足够的空气去震动你的声带而发出声音，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清楚的，而且喉部会非常非常的轻松。我们一直在提倡呢，练唱的时候不要去想到真假音的这件事情，那目的就是为了呢，要让你自己试试看，从认识喉部结构的状态底下去学会怎么样唱歌。如果你从低音到高音都维持一样的喉部结构的话呢，那假声自然而然不会出现，而会用头声去取代假声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。那每个人都希望在唱歌的时候呢，可以减少喉部的力气，甚至到完全没有喉部的力气。那如果在音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你脑袋里面一直想着，我要用真声还是我要用假声？因为爱，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。这代表你的脑袋里面呢，已经认同了喉部结构必须跟随着音高而做改变，这样子会让你越练越累，同时呢，没有办法让你拓宽你的音域。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音域变宽的话，或者你想要提升你的续航力，你必须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放松掉你的喉部。让音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是渐渐的自然而然变成头声。